老板，这个碗可以对不对？哇，很干净。欢迎收看《疯狂理查》，今天我们要来挑战无敌麻辣面。这些废话都不用多说，你们绝对已经看过大概上百部、上千部的挑战麻辣干面的人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国际知名篮球巨星 LeBron James。我们欢迎 LeBron James。今天就是我们的 LeBron 要来参加麻辣面的挑战赛。哎，这边有人刚出来。哦，你看起来快死了，你要不要去挂急诊呢？要不要帮你买？先买一些。我不是叫你买奶茶吗？我不要啊，买奶茶比较好。有没有想要买的？你知道要怎么赚钱吗？就要在这家店的隔壁啊，开一间奶茶卖冰的啊什么的起来了。割舌头，吃完冲出来就来要割舌头过来啊！我直接冲过去割。那我们等一下进去的时候再拍。这是生死状，生死状一千，这个是计时器，我人生最后的三十分钟。36.7，37.1 ，OK。来，今天开奖，好，来。还要拍照，纯正。可以了吗？开始了哈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来，开始了。慢慢吃的啊，三十分钟。吃了。进去上厕所。很大一碗的，我来特写一下。哎呦，看起来是超辣的，很辣，太碰到辣了。讲话。面的颜色完全不一样。对啊，我就好像在看电影，感觉很强。你知道这个人在台南出差的时候啊，我就一直密他，一直叫他来吃。他喝牛奶，他喝牛奶。四块再说啊。特写你的表情哦。可是你脸看起来还好哎，好像超热。哎，要量个体温啊！实验教室，量一下人在吃这个鬼东西到第几口体温开始能变化。好了，给你走。来来，我看。上升，刚刚是点一嘛，现在到点五，三七点五，医学上已经突然发烧了，有发烧了，觉得你可以吃完，你只是觉得很辣，可是你还是在吃，你都没停下来啊，我可以名留青史，放在那边超屌了。很辣啊，很屌啊，有蘸到辣了，是不是？这跟死神交有的比吗？这比较辣，这比较辣。你很久，你才吃六分钟而已，你已经吃半碗了。还有23分钟，超久了。他吃完了，我胃这个胃会不舒服吗？不会，胃不会不舒服，就嘴巴很辣。哦，这边很辣。除了那边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都没有，就是喉咙跟嘴巴辣。抹茶冰淇淋，降温。可以吃。它可以吃完了。
代表辣不会让人体温上升。用秘密武器的代价。秘密武器，塞一口冰淇淋到嘴巴里。其实啊，一般人喝了这样一罐牛奶下去，其实应该什么也吃不下。超饱，超饱。这个碗可以了，老板，这个碗可以对不对？哇，五干净，这样可以啊？没有没有，他没吃完，他有剩两汤匙。我们有一个阶段性，好吧？你再等一下这个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看老板超狠的。Oh my gosh！ 哇，这样可以了，好，你要把这两个都吃完，好。老板下令这两个吃完啊！吃下去了。啊！剩一口啊！剩一口。卫生纸啊！卫生纸。那就失败了。失败啊！好可惜！我靠！那老板要准备垃圾桶给你慢慢吐。可惜，可惜。那个牛奶喝太多，对啊，他喝了一罐半的牛奶。各位观众，剩这样，就剩这样一汤匙，没办法，好可惜，是吧？老板都算好了，好不好？一般人类就是只能承受这样，他已经挑战人类极限了。有吃完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耶、yeah, ，上镜头。牛奶喝太快了，对，那中间喝太快了，你应该好一阵子不会再喝牛奶，我饱喝不下去，这罐蛮厉害的，算不错，算一个提高190的，哎，对了对了，差一点，现在是吃完大概过了有20分钟左右，我们还没离开，他刚坐在店门口坐了一阵子，做一下赛后检查，对，我觉得真的降温哎，36.8，我靠。但他体温太冷，感冒了啦。一罐配完，一罐要配完，要不然一罐要配完，不然会吐那个番茄牛奶起司锅。那个粉红色的汤头一模一样。流出来不知道是血还是吐血，胃已经太夸张，胃已经出血，胃出血。刚才吃最后一口的时候，他吐的时候，老板就说。花裂吧，龙胜赫呀！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订阅并且按上小铃铛哦。然后也欢迎你追踪我们的 IG， 里面有非常多好看的相片。没有辣椒，没有辣椒，没有辣椒。